Okay, welcome back. It's summertime. We're going to go through your timetable, and we're going to look at the stages of the project. We'll be kind of in three. Hey, 早安啊，大家！我现在要来吃这个大叉烧包，要吃它。然后今天要先去帮爸爸买鞋子。然后再跟朋友去做作业。没错，我们开学了，我要做作业了。那我就先来吃面包，然后等一下换衣服就可以出门了。对。这是在 Chinatown 的唐人面包店还是什么？唐人面包，唐人烘焙坊，我也忘记它叫什么。叉烧包，我买一个叉烧包，还有一个蛋糕。这是我买的海绵蛋糕跟叉烧包。Yeah. 我整理好啦，要出门咯。UAL 小蛋蛋 ，UAL 小阿飞，要去咖啡厅读书咯。Go， 我现在只有这三双鞋。对，我超爱小白鞋，可是它很脏，所以我今天要穿毛毛鞋。OOTD 就是一个上学生的日常。拜拜。看我买了一个很可爱的，这是法国买的，它里面有小颗粒，很可爱吧？差点忘了带假钥匙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带一罐出门吧，虽然我好像都没带用。刚刚送了我一个蛋蛋，复活节，把它们放到信箱里，回来再拿。我要先来买鞋子，等一下跟朋友去咖啡厅。我们到了。鞋子的店，我刚刚帮爸爸买鞋子失败了，因为他说爸爸要的那双缺货，可是呢，他可以帮我们定制，但是要五个月，所以我要再问一下爸爸。我们今天是要去做作业的，不是读书了，我刚刚说错，是做作业呢，这报告很快。在这里，我的菜单。这是我点的咖啡蹦蹦。听说是很好吃的，还是在家里附近。石锅拌饭，炸鸡，耶！
家来开一个包裹，我买了一双，这应该算拖鞋吧，因为我就那三双鞋子而已，所以我之前在网络上买了一个拖鞋，因为我想要，就是可能去楼下洗衣服或干嘛的时候，可以，虽然那几双鞋都踩进去就可以走，但我想要一个可以，就是真的像拖鞋一样踩到水啊干嘛都没关系的，就是它的。那天我就看了看小红书啊，然后就是我其实是在找拖鞋，就是那种方便的然后可爱漂亮的拖鞋，然后就看看小红书看一看，又看到它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买来穿好，你看它长这样子很可爱，不是重点，这样子不可爱，要装上我买的这个小钻，我装上去给你们看，那这样怎么装啊？你再告诉大家，就这样哦，你看，闪亮亮的，这拔出来不会坏吗？它好有弹性啊！咦，很可爱的。好喜欢，这是便宜的快乐啊！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喜欢。